传出了外墙直穿掉落砸伤人的意外，这是位在中山北路二段的金华酒店，在傍晚的时候，建筑物外墙的瓷砖跟水泥掉落，刚好砸伤了一位路过的34岁女性，造成她头部创伤，还送往了马街医院急救当中。那么最新的消息是，建管处会同的建筑师会刊确认警戒范围，要求业者要在15天之内改善完毕之外，并且也对他们开罚了30万元。